行静思静思的演绎。启航所表达的是解救充满烦恼痛苦的众生到心安自在的彼岸。法华经所说的大白牛车载着满车佛法宝藏，以此引导众生自度度人，其精神透过演绎呈现四大智业八大法印度众生。上人期待弟子们当牛车肯帮忙负债度化更多人。 All guests, the stage performance that we are about to perform is better explained on the pamphlet that you have along with the English program, which gives you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tage performance that we are about to have. 请大家用虔诚的心一起走入京兆演绎。
上各位卖力的演出，在这里我要跟你们透露一个小秘密。我们这只大白牛可是我们温哥华的宝贝哦，因为他们家人年龄超过400岁。有位师兄分享，哎呦，这辈子没有贵过那么多。又有一位师兄分享，哎呀，我减肥了耶，从去年11月开始练习，每次的进步他们永远不满意，他们希望的就是